2024新社花海暨台中国际花坛节。影片由登峰频道工作室录制，感谢您的支持和观赏，谢谢，敬请观看，喜欢订阅分享，请继续欣赏影片。白跑了，哪里有无人机？无人机，哦，对啊。
天花板也是一两个人。台中，台中领先。我的朋友多一点。冬菇翅膀，半斤的。根基的啊，好好吃哦。半斤的。我看空调，看太多。等下你做工，我再弄早餐我的。功劳。在上网看今天东风频道，工作室在上面。
影片由登峰频道工作室录制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
来看看来人家番茄手撕鱿鱼，这个地方人家还帮我们拿面包，怎么样？好吧，因为排骨刚好够吃。快快快，别管，走。好吧，我来，但是别吃饭，没有吃饭。我的手回我怀抱，我的手回我怀抱，是美丽的
影片由登峰频道工作室录制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您的支持和观赏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期再见。